为什么昨天不说？怎么了？小丸子啊，事到如今了才说，说是要带抹布去学校。哎，那你就说今天忘记带了嘛。不行了，昨天已经这么说过了。你昨天也忘记了吗？好了，坐好了。啊，不愧是妈妈，简直就是缝纫的天才呀。说一大堆的奉承话也没用。这不是奉承话了，妈妈总是救小丸子于危机之中。不要总是这样依赖别人，你不要以为妈妈能够一直陪着你。你呀，真是太天真了，不要把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了，明白吗？算了，小丸子，早点去学校吧。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唉，小丸子，你看了昨天的电视剧吗？好紧张啊，不知道下周会怎么样啊。我已经吃饱了。啊，你不吃了吗？今天就这样吧。你脸色好差呀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讨厌，是你想多了啦。我去补个妆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喂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喂，振作一点。喂，不知道女主人公会不会死掉啊。可是这个女主人公，她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生病了的事情啊？我想可能是不想让恋人伤心吧。不过下星期一定会暴露的。好担心呐，都没法专心学习了。那不是电视剧的错。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哦，你回来了，没什么，你放心好了。我去拿点心来，你快去洗手吧。好。我吃饱了。你不吃了吗？啊，今天这样就够了。哎，妈妈生病了。我想一定是这样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别胡说八道的。因为和电视里一样嘛，吃饭剩下了还咳嗽了。笨蛋，你电视看多了。而且他早上还说了奇怪的话，说什么不要以为妈妈能一直陪着你。我说小丸子，你有时间想这些无聊的事情，还不如去准备好明天的东西呢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通知要给妈妈。妈妈，没事吧？啊，给你喝点水。谢谢。不会吧？果然是生病了吧？还不知道呢。你去问问妈妈好不好，姐姐？我才不要呢，还是你去问。我也不要。我害怕，怎么办？我看再观察一下情况再说吧。第二天，你怎么看到现在啊？我觉得妈妈的头发长长了呢。哎呀，是吗？是不是该去趟美容院了？什么嘛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的。真是的，都怪你多嘴。对不起，不过今天早上妈妈好像没怎么吃饭呢。菜也剩下来不少呢。哎呀，姐姐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好早啊。我去给你准备点心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对了，你能不能留下来看一下家？我吩咐小丸子去买东西了，所以只剩下姐姐一个人了。可以啊。姐姐回来了没有呢？妈，
妈，她要去哪儿呢？好吧，谢谢您，请您保重。不会吧？怎么办呢，姐姐？你问我怎么办啊？我看见妈妈拿了很多的药，一定是很严重的病。难道妈妈她……别乱说话！可是，总之，小丸子，我们先不要让妈妈为我们担心，好吗？还有，我们两个要尽量帮妈妈多做一些家务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哎，怎么你们两个都在家啊？啊，妈妈，我来帮你准备晚饭吧。啊，是吗？谢谢了。那么我去打扫浴室好了。哎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今后我们会多多帮忙的。啊，虽然不知道你们又是闹的哪一出，不过你们俩都是好孩子。没有酱油了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没有关系的，妈妈，我去装好了。是吗？谢谢你。妈妈，麻烦你帮我拿点腌鱼来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顺便再拿瓶啤酒就更好了。喂，爸爸，想要什么东西自己去拿了。来，小丸子，收拾吧。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明天我们两个来煮咖喱吧，这样的话妈妈就能闲一点了。是啊，明天学校也比较早放学，回来了一起出门买东西吧。我要更努力，更努力。第二天，姐姐，肉打折真是太好了呢。今天的咖喱要放好多肉，这样营养也充足啊。妈妈会打起精神来吗？会的，会的。这不是我们家的方向吗？会不会是妈妈她？妈妈，小丸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呀！妈妈，等等，等一下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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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，妈妈她要死掉了。小丸子，姐姐怎么办？妈妈她，小丸子。哎，你们俩怎么了？妈妈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小丸子？姐姐。最近觉得有点发胖了，所以就瞒着大家正在节食呢。可是妈妈，你捂着肚子的样子好像很痛苦啊。那是因为妈妈的肚子饿了吗？而且你还咳嗽了，我看到奶奶还帮你拍背了呢。真讨厌，你连这个都看到了。那是因为喝醋呛到了，电视上说喝醋对减肥很有效。可是你去了医院吧？医院啊，那是替高丸太太去的。高丸太太她腰痛，妈妈呢就去帮她拿冷敷布回来。那你没有生病了？对不起啊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还好只是一场误会。只要妈妈健健康康就好了。谢谢你们，妈妈好高兴，你们两个这么关心我，真不愧是妈妈的好女儿啊。妈妈，小丸子，我以后一定会努力不让你操心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哟。我们说好了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。
一百年不许变，一百年不许变。第二天，你好，这里是英家。妈妈，是我。小丸子，怎么了？那个，其实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忘记带练字玩具了。昨天的决心去哪儿了？看来为了糊涂的小丸子，也得一直健康的活着呀。妈妈这样想着。小丸子做水饺。我们来啦！欢迎欢迎，阿姨、嫂子，你们好啊！你好。今天要麻烦你们了，哪里是我们要麻烦你了？啊，这是今天的材料吗？对呀。好期待呀！这还是第一次跟嫂子一起做料理呢。小丸子姐姐，请多关照。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当好下手的。哎，用这个来做饺子皮吗？对的，就是用这个，用这个揉啊揉的。从饺子皮开始做还真是地道呢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皮真的很好吃的。今天做水饺要用水来煮。哎，用水煮饺子吗？地道的中国菜里面一般都是用水煮的呢，中国四千年的味道哦。四千年的味道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快点来做吧，我先来。真是的。小丸子，把这个揉到跟耳垂差不多软哦。跟耳垂差不多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跟这个差不多，对吧？啦啦啦啦啦，我是中国饺子店的女孩。啦啦啦啦啦，我是中国饺子店的女孩。怎么好像变硬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换你来吧。哎，真是的，早知道这样，一开始就让我来做嘛。哼，哟，你真的是好硬好硬啊！姐姐做不来吧？谁说我做不来了？就这点小事，呦呦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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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。没事的。嫂子，这个有点硬，没问题吗？没问题的，一开始啊都是这样的，慢慢就会变软了，不用担心。还是前路漫漫的样子。是呀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们两个一定要加油哦，你们俩越努力啊就会越好吃的，加油加油。姐姐，中国人每次吃饺子都要揉得这么辛苦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过你别去想什么中国人吃饺子了，还是管好眼前的事吧。你们辛苦了，我去买点冰激凌回来哦。妈妈，我去买好了。我可以休息一下。我回来了，丸子。我们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阿姨他们来了哦。哦，是吗？丸子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买冰激凌。正好，我要给你礼物。冰激凌啊。好吃呀，对吧，姐姐？你在想要逃跑，对吗？讨厌了，怎么可能嘛？要用这个来做饺子皮吗？爷爷要不要也来试试看？我也能参加呀！当然可以啦，爷爷来揉这个吧，要很使劲哟。好嘞，真是太好了！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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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揉啊！哎呦，揉啊！
爷爷，可以了啦。对不起。爷爷，真丢人呐。姐姐，能帮我拿个塑料袋吗？哎。用踩的吗？走乌冬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。好有趣呀、啊！丸子，要不要也试试？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软呐、啊！好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这样的话就轻松多了。原来还有这种做法呀！不愧是奶奶呀！奶奶什么都知道呢。丸子。面粉难征服，老七让我服输，心灰意冷，有脏，对奶奶稍微有点嫉妒的排拒。嗯，跟耳垂一样软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馅儿吧。哇，要放这么多啊！这个也要用力搅拌哦。要让它变得好吃啊，你就一定要用心做，变好吃，变好吃。变好吃，变好吃喽！我们来做饺子皮吧。先揉成长条，然后切成小块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整理成圆形。好厉害，变饺子皮了！揉成长条。你看，你看，好像粗的乌冬面。再揉长的话，会变成真正的乌冬面吗？啊，会的。乌冬也是用差不多一样的材料做的。不过一样的材料却能变成不同的食物，真好玩呀！这么说起来的话，真的有好多食物都是用小麦粉做的呢。烤薄饼、饼干、蛋糕、面包也是吧？章鱼烧和大阪烧也是。都是好吃的呀。这个粉可以变身成这么多好吃的，就像魔法一样呢。是啊，干得热火朝天呢、啊、好像能包好多呀。嗯，厉害吧，嫂子真的很会擀饺子皮儿呀。哎，太好了，总算特训没白费呀。嫂子特训过吗？我出去一下。我也出去一下。爸爸一定要买饭后的甜点回来。看我的心情啦！啊，小丸子，你放太多了。没事没事，露出来了。你看吧，我的也露出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饺子正在煮呢。那就先喝杯啤酒吧。你看，甜点买回来了。啊，是葡萄，太好了！妈妈，快来一瓶啤酒。啊，真好喝。久等了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晶莹剔透的呢。我开始吃了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啊！煎饺虽然也不错，这个更好吃。等一下，再认真一点品尝嘛！烦死了，你再啰嗦，我就把它们全吃光了。啊，真是的，我也来吃。啊，好好吃哦，滑滑的呢。嗯，皮儿也很好吃呢。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这种美味啊，活着真是太好了。我等你的，爷爷，这个味道简直让人想流泪呀。来了，还有哦。好好吃。就是再多也吃得下。太好吃了，都停不下来了。给。做的人也吃一个吧。谢谢。好好吃啊。小丸子还有姐姐。这个呀是我做过的最好吃的饺子，多亏了你们两个的帮忙，谢谢你们。嫂子。嫂子是仙女，是饺子仙女啊！我是宝儿，饱餐了一顿。那我收拾了，来收拾吧。哦，我来吧，没事的，你坐着吧。哇，阿姨哥哥好体贴哦。
爸爸，你也学学人家嘛。哎，我也很体贴的呀，是吧？有吗？什么嘛！喂，小丸子，去把体贴的我买回来的葡萄洗洗。好难受，吃的太多了。小丸子的肚子圆滚滚的。啊，你这孩子真是的，真是个笨蛋呐！因为真的好好吃啊。水饺让大家都喜笑颜开，但是再怎么好吃也不能吃太多。小丸子抱着沉重的肚子，终于明白了这一点。在唱歌比赛里唱唱跳跳获胜的话，就能拿到10000元奖金。好，那10000元我一定要拿下。正在愁不能给爷爷买生日礼物呢，我一定要努力得奖。下一期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爷爷的生日和小丸子参加唱歌比赛，好好期待吧。